李斌，好，谢谢各位，好，请大家向后转。那我们现在请八百壮士马祖代表陈尚茂校长来致辞。在非常艰苦的工具下开创的今天我们北海坑道建筑公路，它连夜在听到莒光那边有一个这个炮故障，为排水故障，连夜坐这个冬天零度是温度三度，坐小艇坐了五个半小时到西座，就不会破产了。现在22年过去了，这2000亿的这个潜藏债务啊，已经到4兆了左右，所以这个是政府责任，怎么可以让我们军工教警消来负担呢？所以说大家很简单的就是这样子一个这个说。团结一心，奋战到底，奋战。